买这个都是盘子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盘子，盘子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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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9月7号星期一的真实之一只猫狗 Q 一只诺卡塔，猜箱，3、2、1 ，Action， 3、5、1，哇啊！姐姐，我想要和团。你看小猪，我看河豚。好哇，原来河豚比较无聊。我有河豚。好。哎呀，这个是小猪，它一面是生的，一面是熟的。这可以直接开啊。啊！不，你看很无聊，对不对？看一下。哇哦！哎，还有一个砧板呢。可以问一下那个，可以问一下妈妈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呢？因为我们也喜欢。为什么我没有？我没有那个板。切河豚的都要有这个专业的证书。为什么？等等。太危险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组装吧。首先，第一步要开这个，开这个本身。您咬，你又用咬的啦，我又用倒立摆了，谁都不许打。破那一块肉，全集中屁屁一下，全集中，水中呼吸，十二指行，开爆你！哎，水中呼吸十二嘞。这个猪鼻子怎么一直？哇哦，什么？波波也在录吗？好呀！哈！碗丢垃圾，你可知道？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等下垃圾给你们扫就对了哈。买这个都是盘子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盘子，猪，你的脚，我的脚怎么？哈哈第三包也要开，爸爸第三包也要开。还有这种的，预备，恶心画面，三，接插进去。照镜子你就会装了。哎、欸、喂，我不会装啦、啊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两个不懂猪的孩子，这边啦、啊。我就懂啦、啊。你那不是牛，是猪。你那是猪啊，你是猪啊。哎、欸、喂，然后这个哈希虎尾猴在这边。嗯，OK， 来帮我拼开第一块了。OK 的啦。从边边，因为我是哈希虎尾猴啊，就这个。是不是放在这里？应该是放在这里。来，尾巴。尾巴粘好了。看过肉却很会拼的人，大家有见过吗？没有。那是肉吧？剩下的肉是怎样切给我们吃的？我也看不懂哎。我
这个也看不懂，它这些多的肉是怎样？这盘子上面是放肉的。这些多的肉有什么意义吗？这盘子上面是放肉。肉肉肉。我最爱吃肉。你好了，鱼眼睛我也要吃了。这个不见了，这个那个。哦，这个骨头是放哪的？我需要请师傅涂啊。翅膀有一个白色，白色翅膀是这个。这样。菲力耶，菲力。菲力。然后肉把它放进去，肉放进去要用什么装？也奇怪了。就这样吗？菲力。第一颗是这个。这是猪体哦，我先假装把它合起来看看。是猪体哦，哇哦！这想要找妈妈帮忙的，这样子对不对？猪体，到时候是这样合起来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弄？然后嘴巴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这是猪鼻，不是猪体。爸爸，你认识猪吗？我认识你啊。照这个啊，我们照这个来摆就好。哦，爸爸看不懂嘞。玩什么？为什么要玩这个呢？认识猪啊，认识我啊，认识你整套。一二三四，这个吗？这个一样吗？一二三四不一样。我要看一下猪的这个，一二三四。太难了，宝宝。然后再来这个最旁边的这个。哇，这里有直接的解说，什么咖？咖什么一个个的 ？OK。啊，这个。再来下面这个。这个是放色的。这个。第二个骨头是放色。是是是。然后呢？快点好了。对呀、啊，但是。这边还有三块，这边还有三块，鱼啊，对不对？鱼，这个。河豚啊。放。然后接下来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凑进去。然后这个是这只。可是我已经拼好了，我再拼一次，太好玩了。首先是要先拼。首先是这些东西要怎么放进去？等一下我试试看，帮你。哦。它的底座是这里，放高子的。也是，这个是这样放的。姐姐，你太快了。神童，姐姐太快了，作弊。改猪肉，准备。哦，好了，你看。可是你要把里面放在里面吗？哟、哦，成功了。你看我有刀子，你有吗？今天有刀子吗？没有。哦。然后再把它拼上去。哎，一，这是胃。胃一，胃。有毒哦，这块有毒，这块也有毒，这块也有毒，到底有多少毒啊？胃有毒啊！哇哇哇！可是他说解药。为什么他陪你玩这个呢？这放哪里？这个是切下来剩下的猪肉哦，谁要？切切大腿肉哦，肥哦，肥哦，肥哦。你吗？我要吃，我要切。没有啊。来，大腿肉。来红色的，红色的，红色的嘞，红色的，还有一个不是吗？明明你家不是拿一个红色的？你打嘴就好。是大腿的。这个不晓得在哪里。真是只敢把它带。怎么可以？已经弄卡它。水面站，请你。看不懂，这一块不晓得去哪里。啊，这里啊，这里都有写了。赶快盖起来，假装拼好了。哦哦哦，哦哦。头爆开了。为什么合不起来？暴力呀！来，放上去。好，安迪，安迪的。相片请订阅，我每天晚上6点都会去相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好，我要演戏了。来，这个是河豚，我抓了一个河豚，你去山里抓了一只猪。啊，这是刀。
就是去中野屯的画面。哦，我今天抓到一只猪，啊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一只猫，一只猫。等一下，好像有真正的鱼竿。哎，那鱼肉呢？都不见了。你是有吃几片鱼肉吗？小猪我拿走。两个999买这个干嘛呢？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刚才客人吃腻的。哎，小，要先切猪鼻。为什么？来，谁要吃猪鼻？我要吃猪鼻。钓到了一个有毒的河豚。每只河豚都有毒。你看，有毒哦。切猪。谁要吃猪脸？没有人要。没有，那不。没有人叫猪脸，叫做猪头皮。我去教餐了。切掉这个，猪脚，切掉这个猪腿。那是切生鱼片的，你拿来切猪肉。洗干净了。有个客人他要点这样子的东西，然后他要我们来切这个。我们直接从他的屁股切进去。他要吃，从屁股进攻。来，客人，你的大腿肉到了。那这边再啊，喵喵，把它循环。OK， 好，这个就不要，这些地方都不要。啊，对了，猪耳朵切下来。猪耳朵。哦，你这是大饭餐哎。啊，这是等一下要处理的，猪胸肉很多油哦。哦，谁要来？然后呢，再来这里切。切，我是服务生。确定。有谁要吃生猪肉？好，去肉。好，这一块生的我们拿去烤。哒滴哒滴哒滴哒。好，趁它在烤的时间我们来处理河豚。啊，你说我没有河豚证书，我去找给你。这个我有去证书。你今天换我切了。这个嘴巴可以拿掉吗？换我切了啦。来，在猪肉烤的时间。来，你要有这张。不用，首先你要冰。你先用手把这个拿开。啊哈！哎，你这样子爆了。重来。好，现在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对。你还对。拼凑，这样子拼下去。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妹妹你。我来拼。不知道怎么拼，等一下，先找出这个。左上面，我知道啊。等一下，我拼这个是尾。你拼两个就好。不行。哎喂，你先把我目前知道的拼下去。目前有看到的拼。对 ，OK。换橘子喽，掰开。看我，你看这个，拿去洗一洗。等一下可以做河豚。你换我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些纹路割好。OK， 洗好了。你的胸毛水，去。刚刚请说什么？你的胸毛水。开脸洗香香的。